百城大同的鸭肉粥，说是粥，其实更像泡饭，米粒和汤分开，神奇的是口感却非常奇特，配料层次丰富，鸭肝、鸭肉、鸭臀、鸭心、鸭肠等等。除了上述配料外，大同鸭肉粥还备有猪大肠、鱿鱼须、猪血、牡蛎等内馅，还有同是厦门风味小吃的面线糊，供食客们任意选择。老板将其切好，倒入粥里，鸭肉鲜嫩，再加上又烧得很酥烂的稀饭，配上油条，真是一绝。经营了十几年，如今已是远近闻名。